评审老师。哇，我这次今天评审了，好漂亮，漂亮哦！谢谢两位帅哥美女，名主持人，晚安。所有的观众好朋友，所有的台东市民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马克巴嗨，大家晚安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哎呦，我们丁丁姐到底是哪一组的哈？我是阿杯组。阿杯组，因为我的外祖母是阿美族，阿美族外祖母是卑南族，但是我从小在卑南族的部落讲长大，所以我讲的母语是讲卑南族。阿美族的只会听骂人的，骂人的哈。而且你看那个皮肤，漂亮，这个谢谢。哦，哇，刚刚也是我们的评审委员了、啊。是，丁丁姐可不可以评审一下？我们刚刚这几位歌手真的非常的杰出呢。真的非常的杰出哦。所以刚刚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评审，因为我们的歌技大概跟技巧这样加起来大概是有50分，所以我们有其他的是仪容哈、哦，然后台风啊，所以在这个方面，我们今天的评审呢，因为。在这里我也大概也有很多好的歌手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有一点紧张，有的人的声音没有出来，他没有开，所以声音显不出来他唱歌的技巧跟他的音色。那刚刚还有就是因为呢，我在这里也建议所有以后要参赛的朋友，你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你就是一个歌手，你就是一个歌星，你要展现你最漂亮的一面，最好的一面的台风跟你的仪容，所以衣服要很重视。所以刚刚我们在衣服上我们有打了这个分数，因为我们会感觉到他是尊重观众跟尊重评审委员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评分是很公平的。希望明年以后我们就继续办这样的歌唱比赛，因为我们台东的人实在很会唱歌了，是的。等一下他就是给我们做一个示范，想不想听我们丁丁姐的歌声？什么叫做蛋歌星？掌声鼓励好不好？还要再加尖叫了一杯，加掌声鼓励，够大声哎！对，再见。那丁丁姐，你一定要唱歌给我们听，好不好？好。为我们现场的朋友，还有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带来好听的歌曲。电视机前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很多记者媒体的朋友都在现场哦。对哦，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没有？今天我们是全国版哦。对，我们这个是 international。Festival 有没有？耳乐。对，非常的国际化了。好，好了，我们废话少说。对，祝愿我们的歌星。各位演唱，好不好？好，再给一次热烈的掌声。